就天蝎座的父母其实就是一直在讲，哎，外面要小心哦，别人跟你讲你很好，你要小心他是不是有什么目的，然后一直这样讲，讲下去之后，小孩通常生。那小孩就会说，妈妈你遇过的不一定是我也遇过了，对啊，就是我已经看你学过了，我就不用再做这个功课了，所以就天蝎座的父母你要放松一点，不过好处就是，哎，如果你有过什么经历是不好的，你跟小孩分享那是好事，对，我觉得就小孩踩着父母的肩膀往上嘛，对啊，父母也甘愿了哈。关于老师，哪些星座的父母会担忧小孩的交友问题？真的做父母好难哦，担忧这个担忧这个，个性也要管，交友也要管，但是我们简单看一下，其实担心小孩的交友问题，通常父母对自己的教育有时候是没信心的，对，因为他会认为小孩自己无法阻挡外面的任何风雨，所以我要替他多想，参考一下太阳上升和土星，这些父母都在担心什么呢？哎，天蝎座，那亚兰姐，所以他不敢生，对不对？不敢生。觉得单纯怕被骗，耳提面命，对，就天蝎座的父母其实就是一直在讲，哎，外面要小心哦，别人跟你讲你很好，你要小心他是不是有什么目的，然后一直这样讲，讲下去之后，小孩通常生。那小孩就会说，妈妈你遇过的不一定是我也遇过了，对啊，就是我已经看你学过了，我就不用再做这个功课了，所以就天蝎座的父母你要放松一点，不过好处就是，哎，如果你有过什么经历是不好的，你跟小孩分享那是好事，对，我觉得就小孩踩着父母的肩膀往上嘛，对啊，父母也甘愿了哈。来看第二名，射手座，哎，云哥，太阳射手，太阳射手，怕孩子受到伤害，鼓励社交，就是他觉得怕伤害是什么？怕没有朋友，然后觉得孤单，没有人看得起我。因为我们以前其实出外靠朋友，你知道吗？所以我现在都是朋友，就是很好。你看，就我们这几个哥们都也很好啊。对。那如果一直在家里靠父母或兄弟，也不能到现在啊。对。所以我社交，我一直跟我儿子说，社交一定要掌控好。对，就社交这件事情，就有朋友既是双刃面嘛，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就看你怎么交。所以在这里就是又怕小孩受到伤害，但是又想要鼓励他做点什么，所以在这里就是那种拿捏社会上的我们累积下来那些交友的经验可以多传承，对，而不是说带他去交朋友，带他去交朋友，其实小孩其实畏首畏尾，因为射手座太容易抢光芒了。对，因为你太活泼了，所以反啊，以前我带他出去是让他见见爸爸的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这可以，这可以，对，他就很清楚。对，如果你太担心，其实交友准则你要交给他。对啊，你看这个叔叔，那个姐姐都嘛说我儿子很有礼貌，很有礼貌，教得很好，对呀，非常好。对，一看他就一直想，凯勋都觉得那个不是我的种啊。又偏了，又偏了，又偏了。没有女儿太小，不然可以当家仔这样。好啊，好啊，私下谈，私下谈。第一名是处女座，又上榜。来，担心交到坏朋友，随时监管。处女座很厉害，就是看一眼就知道这个人心里怀什么鬼胎，那句话或者那个行为背后就说，哎，他带珍珠，比如说他带那叫什么，那个饮料叫什么，珍珠奶茶，对，他带珍珠奶茶，哎，他不知道最近你减肥吗？为什么他带珍珠奶茶来探班？没有，我一定会说珍珠奶茶，你要小心哦，里面不知道我要放什么东西。对，有时候会想更多，所以我不敢生小孩就是这样。太细节，看那么多细节，就父母累，孩子也跟着累。对，但是好处是什么？因为这样的监管之下，小孩就默默变成间谍，就随时都可以反侦查。对，我觉得任何事情，我觉得如果太大辣辣的父母，可以学这些父母，有时候还是有一个分寸的拿捏，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行。总的来说，当父母真的是无不是的父母都很难当，所以有些事情耳提面命也好，怎么样也好，适可而止。有时候你少讲一点，偶尔讲一句话，小孩会听，你常常讲，讲多了你麻木了啊，对对啊，对，就没感觉。所以我们父母就是按照小孩的个性，我们去拿捏就好，也希望父母不要那么紧张，儿孙自有儿孙福啦，对啊，就大家平顺一点就是最快乐最安康的。哦，这个演艺圈大家现在新二代都出来了。对，白云说你儿子也是新二代，你带他上电视节目。爸爸是星星的星啊，还有我上他哦，这个刘老，这大儿子
哦，对了，上次看到。我刚刚以比利考出团。哦，李宗翰哦，以比利考出团了。有啦，这一点啊，这少年起码才25岁呢，一点摆就出团就好个啦。你讲大哥是遗传的哦。我跟你讲哦，这个是他为了一个多月前知道要去上这个节目哦。嗯。那时候我跟小梁还有宇文主持的节目，然后他还刻意减了8公斤哦。人减八公斤，你够？啊，你够减八公斤哦？伊是较无露尔啦，无礼貌。嘿啦，伊是较无遐露啦。啊，但是就是说，所以各孩子都有各孩子，有高敏儿的啦，也有高脂的啦，就脂肪高的，高油。然后他就是母胎单身哎，嗯，然后那时候为什么制作人叫我说啊，白哥啊，你的儿子真的没有女朋友？我说真的没有啊。那请他过来好了，嗯，啊，因为为什么第一集我们刚好是有一些都是新二代，当时有这个高大哥高凌风的那个女儿，哦，啊，然后一个焦恩俊的女儿，哦，啊，一个是钟汉，就我儿子这样，然后还有跟其他几个帅哥啊美女这样，嗯，然后就去参加这个节目啊，嗯，对，嗯，然后第一集就被刷掉了啦，啊，第一集就被刷掉了。照理讲我们要录3集，他第一集就刷掉，表示说这个真的是完整的，他不能说因为爸爸是主持人就帮他有什么遮风避雨，不可能。真的就是这样，足气伤恁囝的心。不是啊，阮囝吼，伊都老实讲，那一群人吼，其实我告诉你，现在年轻人吼，真的是，我觉得嘴巴讲跟心里想的是不一样。嘴巴一定讲的，有摄影机在拍，一定讲一些冠冕堂皇，一定会嘛。啊，恁囝伤高义，啊，阮囝高义，啊，一看就知影上乖。嗯，啊，其他就是一款的，就。帅哥 model 那一种的，每个都像凯勋这样啊，对不对？艺术的工艺，给他出一个嘴。不是啦，一就敏感的嘛，就敏感。然后对啊，他第一集都刷下来啊。啊，今麦有女朋友不？嘛无啊，无啊啊。哎呀，你无你我是当女朋友是要紧，我是足惊人家老人朋友我较烦恼哩。那有什么人烦恼？哈，啊那真正有意啊，我嘛说放我去啊，无变啦。那你没有带他去？哎。欸，我从他高中的时候，他还没读大学的时候，高中哦，高一的时候，高二哦，我就说，弟弟你出去啊，然后你要约学姐也好，约同学也好，去看电影，去吃餐点，记住，发票给我打回来，实报实销呢。欸，要是我老爸以前对我那么好的话，对不对？你炸了妻妾成群，都对我妹了，对啊，对不？后宫300佳丽啊，对不对？时报时销嘛，反正。对啊，对啊。但是安尼嘛是交无女朋友，对不？